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言之字，咁今次继续打道馆。咁上次讲到咧，打咗头两个嘅训练家啦，依家打埋另外啲训练家啦，打呢个啦咁样。好，咁同埋咧，我进化咗喷火龙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应该就易打咗好多。我哋嘅喷火龙太有气势啦，顺便望一望佢嗰啲能力先，都几强啊，都几强啊。还好啦，唔可以话系差。咁火招空切同埋火招喷射火焰，其实已经非常之够用啦。呢两招系啦，成名嘅技能，呢两招其实可以用到后期都得噶啦。好，超音符呢啲冇问题噶啦，呢啲反而去到中间啲虫都唔系好劲噶。一开头我记得佢嗰啲虫咧好硬净，又硬净啦，又。又有威嚇，真系阿帕怪，唔系咁，同埋利多王咯，上一集嘅毛球，轻松啊！咦，用错技，都打死啊！抽抽花，空切，哦呢、這个就系空气斩啊！呢个空气斩感觉唔太似平时嗰个空气斩啊！好，即刻嚟挑战一下啦！阿吉，欢迎嚟到浅红道馆嘅孩子。并唔系每场战斗都要靠蛮力、耐心、战略和技巧咧，都系同样重要。我哋开始啦，好，二打二啊！佢有啲咩啊？我记得系魔老风啦，系咪叉字符？嗱，两只嗱呢只我黑住啦，系原黑啊呢只。啊，对面唔会打入我，除咗毒技。哇哦！系啦，大口福啊，唔系叉字符咩？预防攻击，剧毒啊，冇问题啊，咁就完啦，非常之易打嘅一个道馆啊，因为进咗发喷火龙啊，恭喜你获得啦，粉红徽章，招式机俾你，剧毒啊，冇乜用啊，之后应该系要去红莲岛嗰度打下一百嘅。咁我睇下呢条路系嘛？啊，呢度有啲训练家我已经打咗啦，因为练咗一年 level， 咁多训练家嘅呢度，诶，我哋可以兜过去嘅，原来非常好。哇，二打二啊！竟然有二打二呢个设定，双打喎。咁有趣嘅地方就出现咗啦。喷火打飞天陀螺，整得几好咁样去双打到。呢只 game 睇嚟真系好多嘢话，哇，十万伏特。因为其实双打呢一样嘢咧，喺宝石打后开始多，咁所以佢应该系因为佢有收集到所有地区嘛，听讲，咁所以就应该系做埋佢双打。所以你嘅 game 可能有机会迟啲系用双打嚟到做对战，哇，系唔系好打得入添？好似十万伏特仲痛，但系对面系咪吸收嗰啲？好似唔系，好似可以用，应该唔系吸电嗰啲。OK， 打赢啦！哇，但系好辛苦啊，打雷系。雷系啊，喷火龙一下被秒。嗯，依家系应该系剧情啦，系嘛？我哋会得到咧稀有嘅精灵啊，冇错，我哋会将佢当自己嘅孩子养大。你两个可唔可以收声啊？捉住佢。又嚟啊！好耐冇见火箭兵团，我哋已经有两三集冇见过佢啦。阿帕怪，我惊我输，其实因为我冇咗喷火龙。系嘛？系咯，冇喷火龙，有冇重新养？冇啊！大镬啦，咁就紧速。喂呀！紧速应该 OK 嘅啊。好，我哋可以慢慢回血啦。佢紧速我应该可以回到十零嘅都。啊，佢。
哦，我吸翻咁多，佢又攞翻咁多。不过唔紧要啊，慢慢打啦呢度，有机会嘅。成队都毒系，好鬼麻烦。催眠瞓，哇！瞓咗咁耐，佢瞓咗三弯咯，好似。即系下一弯必醒啦，呢度用催眠瞓啱佢。Nice， 太屈机啊！呢个战术实在。个紧促完咗未啊？应该完啦嘛，仲未完啊？咁耐嘅咩？毒针，哇，好痛我都毒针。诶、欸、，OK， 下一弯系死啦。又紧促，完啦紧促。OK， 得，换一换重。毒气双子啊！其实我都冇乜重开门咯，鬼师通啦，三招。不过其实鬼师通迟咗都要换走，但我要谂下换啲咩重好。究竟系用翻小智嗰堆啊，定还是自己搵自己整只？自己整只其实都得嘅。3D 龙，哎呀，大舌头啊！冇技打，哇，佢有鬼技嘅。呢只咧冇得拣，本身谂住都 3D 龙嘅一开头话，但系咧我发现 3D 龙咧佢嗰啲打击面作为冒险嚟讲，其实有啲辛苦。蛇身座唔要，大食花，维斯通啦，撞击，睇嚟佢得草技应该。诶，应该得草毒普通技，所以鬼毒系原黑佢啦。OK， 搞掂，好赢啦！唔好以为我会咧不战而退咁咧，俾你拥有呢只可爱嘅精灵吓、啊。波克基斯啊，系咪啫？啲小刺蛋，哇，输喎、啊、要，会唔会输咧？有机会输其实。虽然我有两隻黑制佢嘅虫啊，高速移动呢个高速移动嘅动画太快啦啩，海星星应该有鲤鱼龙啊，我觉得佢冇理由冇鲤鱼龙嘅撞击。如果佢出鲤鱼龙，我哋就会比较超脱啦。傻鸭，无关天气，哇念力。系喎，佢有超能力咯，超能力啊！唉，咁真系鬼师通唔出得啦。好，回一回啊，比加超血啦，费事又要再行过。好，走，哦，去沙先。讲命中啊，有奇效呢时候，讲对面命中嘅话，好。三福德，好，哇，爆击喎呢下，保晒海星，有咁多虫，所以佢最后嗰只我谂应该真系鲤鱼龙，定鲤鱼王啊？唔系海马，哦，竟然唔系鲤鱼龙。诶、欸，搞掂啦！好在有两隻克制佢嘅精灵啊，佢系波克比选择咗我作为，搞错啊！搞错，竟然系咁，咁啊翻翻去先。咦，有巴塔碟喎、啊，竟然我可以直接捉呢隻翻去做仿山，正好顺便，搞错，竟然死了，就捉一隻巴塔碟翻去。做放生嗰个嘅支线任务啦，咁而家好上咗好耐，终于见到有巴塔碟啦，撞我超耐啊！咁依家先捉一只先，应该两下龙路唔死嘅，因为佢冇黄血啦。OK， 啱、啊、好，我差啲揿到攻击，
好，依家捉一只翻去，跟住就可以睇埋放生任务啊！放生嘅剧情，好，非常好啊！不过话时话咧，依家仲依家系咪冇咗飞天噶呢个 game？ 呢个 game 佢好似冇得俾你自己飞嘅，即系话其实所有嘅路你都要自己行，城与城之间你可以透过嗰个传送者去到传送你翻去，但系就冇得用嗰个飞天周围去，感觉系有少少麻烦。因为譬如我而家要翻去巴哈迪嗰个镇咧，其实首先要去到 PC 入面，再揾传送呢个人。诶，传送咗去边啊？哦，传送翻嚟呢个呢、这个系边度嚟噶？系咪上半市啊？呢度系啊，上半市，即系佢会飞翻你去上半市，然之后再去另一啲位，都唔系话唔方便嘅。顺便俾大家睇一睇有啲咩精灵喺入面啊！胆怯、幽游自如、恶臭、结实、肯泰罗、愤怒越位、覆眼、愤怒越位、爽浪啊！哇，对性格喎、啊，但系得六攻嘅，太低啦啩。好，咁啊拎走呢个覆眼嘅巴塔碟啦。覆眼巴塔碟其实系一招劲嘅特性嚟，因为佢嗰个嘅碎片粉嘅几率好似系提升到 99% 啊。总之是差不多接近100的了。好，这里发电厂不对外公开，所以就在这里中间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可以看看放生剧情啊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 OK， 巴塔碟在这里，怎样给他啊？你有一只你想放生塔吗？嗰度好似咧系一个好光明嘅一个行为嚟，好放俾佢，巴塔碟会很高兴的。吓、啊，放咗篮就吓，怎么放咗？有冇分别啊？我睇唔到咩分别、啊。我希望巴塔碟开心。吓、啊，可以将你巴塔碟放到野外。如果你想找到一个伴侣，将它打到。啊、我不知道有没有分别、啊、他隔离有没有多了或者少了、啊、不知道、啊、哇这个剧情有点儿戏有点马虎、啊、什么都没有那个变化、啊、我还以为、有些蛋啊又或者是得到一些道具都好啊两样都没有、啊、即巴塔碟凭空消失了、啊、就像没存在一样、啊、我们看看身上看看这个箱入面会不会有精灵喺入面？啊，冇啊，系啦，冇，冇任何改变喎、啊。OK， 咁所以呢个其实系冇乜作用呢、啊這个剧情，有点失望。啊、应该系冇谂过系咁样。好，咁今集言之至嚟呢度先啦，咁下集继续剧情。好啦，各位，拜拜。